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看看我们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两个人之前是同学，到现在我们结婚13年了，我们育有一双儿女。他总认为我处处嫌弃他，总觉得我强势，我们经常吵架，我一度陷入抑郁状态中。我说什么他都不肯听，总认为自己做得对，其实我都是为了他，为了这个家好。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我希望我们能敞开心扉，互相理解，我不想把日子就这么过散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5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赵女士34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主持人好。主持人好。老师好。嘉宾老师好。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13年。13年。嗯。娃多大？12岁。就一个吗？两个，那个6岁。老大是？老大是女孩。啊，老二呢？啊，男孩。今天来是要诉苦是吧？对。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两个有很多不理解，我就是想让老师就是说给点建议。现在我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俩的状态，你的感受是什么？感觉像亲人一样，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的那种感觉。那你用什么词儿呢？感觉我们两个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感觉挺压抑的。是生活让你压抑还是他让你压抑？都有。哦，都有哈。行吧，咱们说点事儿，我们通过事儿来判断为什么不同频，好不好？好啊。结婚的之前，他家里面给他定的有一个亲。哟。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之后我跟他谈了之后呢，他就把家里那个亲给退了。退了之后就是一些彩礼啊之类的没有退。我婆婆呢就是从心里面可能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不满意。其实从我妈的角度考虑也可以理解，就是你想要临时突然间给他换了一个儿媳妇，他肯定心里面会有一点想法，但是到最后还不是把你娶回家了吗？什么叫临时突然间换了个儿媳妇？就是他一直没给家里面说。对。你跟那姑娘交往过吗？没有，连手都没牵过。是把我娶回家了，但是我婆婆就是说感觉就是从心里面就是有点我感觉瞧不起我，因为结婚的话就把我娶到那个偏房，就是属于西房那种，因为我们那边结婚都是要住堂屋的是吧。啊。然后住西屋也无所谓，但是西屋没有风扇。然后我结婚没多久怀孕了是吧，他就把我放到家里，他就出去打工了。嗯。然后夏天很热，因为在那个村我属于也算属于远嫁，周围都不认识，我也没地方去，我就天天在西屋里面，很热的时候我就想跑到那个堂屋里面有风扇去凉快一下是吧。但是我跑回去之后我把风扇打开，当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婆婆就会把风扇给关掉。嗯。就是我去了他就会关掉，就是反复几次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是不是，然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妈，我想在西屋这边能不能给我安一个风扇。嗯。然后他说等你爸那个回来再给你安吧，但是我爸回来一般都是8月15、那时候都已经天变凉了知道吗。就是已经用不着了那种。嗯。包括吃饭这一点，我婆婆是一个很过日子的人，但是我觉得过日子也不能说我怀着孕那么会过日子，就是一次就会把早晨和晚上的饭都做出来。嗯。就是早晨起来打那个面糊打到一个暖瓶里面，我们两个人他就打4碗，然后我们早晨每人喝一碗，晚上每人喝一碗。嗯。中午的时候就是吃一些面条，然后我终于就是说盼着他回来了是不是。7个月左右他回来，回来之后我说我想吃点那种油的东西，就是炒的菜。哦。他第一天回来，然后他就去街上买了一个萝卜，打算给我炒萝卜是吧。然后他就是刚把刀拿起来在厨房切的时候，我婆婆听到之后就问了一句，你在干嘛？他说我想
吃炒萝卜，给我炒个萝卜。我婆婆说萝卜是不能炒的，炒的是不能吃的，只能吃条的。当时他就啪一下把刀放在那里，然后我就那个眼泪就很委屈，知道吗？我就想吃口炒菜，是这意思吧？他之所以那么听他的，他其实我也理解，他想给他妈证明，就是我这儿媳妇做啥吃啥，就是省事儿。他找的儿媳妇是对的，一直在给他妈去证明这个东西。我也理解，让我最受不了而且对我造成伤害最大的就是生孩子。当时让我在我们镇上去生，但是确实医生说你不适合生产，需要转院到县里面去。他们一直犹豫，因为剖腹产比较贵嘛。到最后医生说了你必须去转院，然后就把我连夜拉到了我们县医院剖腹产。剖腹产之后医生第二天是让下床走路的，但是医生说你为什么不下床走路，我说医生我没有衣服，因为我只穿了一件衣服过来的，那个衣服上面生孩子的时候都是血。然后我让他去买衣服，他跟我婆婆逛了半天没有买，他说县里面衣服太贵了，等我们回老家去赶那个大会的时候再买，因为我知道我离娘家远，也没有娘家人，也不可能来看我，毕竟是我自己选的，我就趴在那个床上自己哭。第一天没考虑那么多，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买过来了。是第二天给我买过来了，但是因为我下床比较晚一点，就是造成那个肠道粘连很严重。我有老二的时候，因为肠道粘连的这个问题，剖腹产当时差点没要了我的命，人家就说你第一个孩子你没有下床走路吗？就是肠道粘连，剖腹产在里面动手术2个多小时。行，生完是女人，所以生完孩子之后，我因为意识到这个钱真的我要独立，因为他挣的钱都给他妈妈，我就感觉我一定要有钱。所以我孩子出了满月之后，我就抱着孩子就去学理发。是老大还是老二？老大。老大。我自己走了5年。你在哪？他妈让他出去打工。我在出去打工。那就说这5年你们是一个分居状态。对，他都不知道我的老大吃了多少苦，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带着孩子学理发，小孩子在理发店就是掉东西掉在地下有头发那种，是不是？他们就拿着吃，我根本就没有啊，那我都没办法想象我那5年过得真的，他根本就理解不到那种痛苦。那你不想孩子吗？想是想，因为家里面当时比较穷，我们两个结婚就是下了学然后就结婚了，当时定亲那个钱也没退过来，我心里面也有点愧疚，就是我想既然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不想再伸手给家里要钱了。然后我想就是多挣一点钱，然后把钱还给我妈妈。如果说他真的家里面没有钱，可能这样对我也无所谓，是吧？5年之后，就是因为我婆婆生病了需要回来，还有一个我女儿要上学需要回来。他就说让我回家开店，说他给我拿点钱，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开店拿了4万块钱，然后因为没地方住买房子拿了10万块钱。我觉得一个农村家里面有10几万块钱，我都觉得很不得了了，知道吗？那么有钱为什么一条裤子，我就觉得不是这种原因，就是心里面肯定很生气，但是我从来没有抵抗我婆婆一句话，从来没有。那开了这个店之后夫妻是团聚了吗？对，也就是说这7年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对吗？对，所谓的共同创业现在还是个理发店，是吗？现在我们加上一做网络一块做。他在里面帮忙，对吧？对对。好，那我们就来认真听听这七年你跟他在一起什么感受，这个男人对你好还是不好？这7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感觉心已经变了。什么意思？他可能在工厂里面这种就是早八晚五的这种生活习惯了，而我一直就是说是觉得是给我自己在工作，然后我可能会起很早睡很晚之类的，可能我的生活没有规律，包括饮食吃饭之类的都没有规律。他呢就是特别注重于自己的一个身体，就是跟人家学那些养生做饭。虽然说我没有做饭，是不是？我为什么没有做饭？谁做饭？他。你在前面忙，他在后面做饭。对。我们开店之后像那生活上比如说做饭都没让他问过事。不是我不问事，是因为我要是做饭的时候我在前面做，他就会在这里，我婆婆在这里，
哎，这个油放多了啊，这个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所以说你们开店之后，实际还是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对，还是在一起，包括我家的水，知道吗？我家水都没有白色的，我家的水都是泡的比八宝粥里面东西都全，比那火锅底料都全，里面放的东西。感觉那些东西吃了就喝一点对身体好，就是泡点养生茶。孩子吃个麻辣烫都不行，正常的我们都不能出去吃饭，地沟油这不行那不行，麻辣烫都不行。其实他什么都不懂，知道吧？你为什么你的嗓子老是哑？我嗓子哑是因为什么？我嗓子哑是因为我直播我呕了呀。还有他发烧的时候不让我喝药，让等我烧到40度给我食指放血，又是喝他那个熬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吃那个什么西药片，他就不行，他就不让吃。为啥呀？一直让我转成肺炎，住了40多天。如果不是我给你泡的那啥，你估计到现在还好不了，知道吧？不是，你就是顽固这种，知道吧？我现在我们两个没办法沟通。你告诉我。你在理发店里剪发的时候，他除了跟他母亲做饭，这是他锻炼呀。剩下的时间他干嘛？早晨起来5点到8点去锻炼，然后下8点之后就去锻炼到11、12点。包括现在我，你看我现在做直播带货这边，我去讲东西的时候，我说你中间也跟我学一下。他们就是我下了播就找不到人了。我说咱们两个没有沟通，我们经常出问题，有时候库存不对啊，这个不对啊，到时候后来都得我去解决，造成很多麻烦，知道不？我感觉我养生也没有错，我锻炼身体也没有错。你养生是没错，你一天养生几个小时啊？他这样给我讲的，他说就像跟老板在一起工作，我白天跟老板在一起，你问谁愿意晚上没有还愿意跟老板在一起，他都这样讲。那我想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错，白天你想跟老板在一起工作，晚上再听老板叨叨，谁受得了？你把一天的作息你告诉我。早上5点起床。6点半。6点半起床，锻炼到几点？9点。锻炼到9点，然后呢？9点，然后如果我们直播的话，就是我在后面给他运营。到几点一般你直播？直播一周几直播几回？直播的话一周直播2-3次。啊，就是你上2到3天班嘛，是这意思吧？是。他是吧，还要去挺着肚子给别人去做饭。你就告诉我结果，那两家店咋样了？都倒闭了。我不支持，不是我不支持你，是因为你想的这些东西没有考虑那么多，知道吧？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嫌弃你，是我考虑的问题比你多，所以才不支持你继续开店的。你现在有几家理发店了？因为干这个网络，我把这个关了，就剩一个。这个店我不想关，我干10几年了。啊。我想让他在那里理发，是不是？但是呢，他从跟我学那么多年。就会剪头发，你说他一点都不学习，我一说他，我不想给女人剪头发。如果你手底下这就是你的单纯员工的话，这员工你还用不用？如果他是我的员工的话，我早就开除了。好，这话说得特别好，把你心里的苦说出来。是觉得这个女人一直压制你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还好，就是后来他就是老觉得我管他，他老是看我这也不顺眼，看我那也不顺眼，老是嫌弃我。你指的嫌弃是指什么？咱不从员工的角度说，比如正常的，比如和朋友去吃个饭，他嫌我穿睡衣。你想想，小孩开家长会的，你穿睡衣，吃饭穿睡衣，那人家都是老板，你穿个睡衣，你说中不中？对呀，你开家长会，你穿睡衣去，怎么舒服怎么来，又不是
拿不上门面，并不是舒服。我如果说追求舒服，我也不会这样子，我也会穿个睡衣。有时候甚至我连说话他都不让我说。我们朋友一块吃饭是吧？打个比方，吃饭是不是？我们应该谈点这个美食怎么样？人家刚到一个韭菜馅的饺子往嘴里面一放，哎，我跟你讲，这个韭菜吃了，跟你讲啊，马上把别人送走。你那是讲话，韭菜里面喊什么叫喊着，都给你，这个菜也不能吃，那个菜也不能吃，你叫人家吃啥？那本来就是这样，韭菜市面上好多韭菜都是冲药的，他吃了对身体不好。我这是好心提醒他。行，都是因为朋友我才提醒他的，外人我还不提醒他。行，刚才说如果是个员工的话一定开，对吧？他现在是你老公，有想跟他分开过吗？反正听来听去啊，这个男人现在反正配不上你了嘛，对吧？你自己也有这感觉是吧？他来这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想让别人都知道，省得说，哎，他现在就是比较厉害了，起来了，然后是他不要我了，然后这样对他不好。哦。然后这样说吧，当着这么多人，现在是我不要你了，知道吧？我不愿意和你好，行吧？不是，就是你，看到没有？我现在反而我成长了，是错了，知道吧？我想听到老师们就是说，我让老师说我的这个，就是能够表达出来我这个心思，我不是要给他分的，我是要好好的让我们幸福下去。女儿那么大了，孩子那么大了。好，行。哎，那你刚才上来的时候一直说，我觉得心里是亏欠我妈的，所以我要挣钱给我妈妈。你觉得你亏欠她吗？有。亏欠她什么了？当时我妈妈那样对她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其实现在心里面可能也觉得不亏欠她了吧，扯平了。这么多年你又压制了我，我忍了你这么多，她还委屈，她现在比我还委屈。对呀，我不欠了呀，我该还的还了呀。你现在这么对我肯定不行啊，是这么想的吗？她就像正常一样对我也可以啊。那不就是我说对了吗？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叶文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女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和他分开之后，你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想过这个问题吗？家里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你不用再多一个大儿子，每天你去训斥他，你去提升他，他还挺膈应你的，你犯得着吗？两个人还生气。我刚才就想，我说他开始的时候定亲的那五万块钱，你婆婆因为那五万块钱对你有意见，对吧？为什么那个锅要由你来背，要由婆婆来背？你背的是婆婆的情绪，婆婆背的是心疼那五万块钱，对不对？然后结婚了之后，你在坐月子的时候，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泡泡为什么要对准婆婆？那不都是她干的吗？她是你丈夫，她干嘛了？她也没有保护你，你生活里的风雨都是她带来的。生孩子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连条裤子都没得穿，这事找婆婆吗？是不是应该谁是你丈夫该找谁啊？谢谢叶老师，米娜老师。促使你泡第一杯枸杞啊，还有各种添加的东西的那杯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本身比较胖，然后我给她泡点茶，就是去点湿气嘛，女人胖就有湿气。然后你是为了她？对。我之所以问这个哈，就是我想知道她的动因里头究竟是来自于，比如她的自私。我就希望保持我自个儿的年轻态呀，让我健康，还是说他的眼里其实是有你的？也是因为可能就是说我胖，他觉得喝哪个东西能够祛湿能够瘦，他也有一点叫啥我的。还有一个嗓子，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喝过白水，知道吧？都是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也有喝得进医院的。所以他可能用的方法不对，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执迷于养生只是为了他自己。所以既然这一切他的动机是好的，做起来有一点让你觉得不舒适的地方，那也没有必要老是指责批评和在人多的时候打压。有一些婚姻关系里头啊，起初的时候两个人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是一样的，慢慢的可能会有一方沦为配件。传统的婚姻关系里头一般都会说女性为配件，男性来维持整个的事业和维持整个的收入和家庭的完整。但是在你们的婚姻关系里头，因为妻子承担了太多，妻子当然自己也是比较能干和性格本来就是一个外向和主导型的，那么我们把自己退居到二位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有什么呢？不屈辱啊，一点都不屈辱。
现在之所以你们两个人的矛盾这么深，是因为你不甘于做这一个配件了。我得让我自己成为主要零件，他是配件，这一下就完蛋了。如果您能够踏踏实实的扶持着妻子也好，或者说照拂着妻子也好，稳定住两个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和成长环境，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和你们的这一个互补性，其实我觉得相当好。只是不要让你心里那一个传统的思想又蹦出来，觉得我应该怎么样，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当环境和当自己发生变化的时候顺应它。如果您能调整，您能成为一个不坏的配件，这个婚姻还能够撑得住。你认命吧，你就是不如他。最后我再跟你说一点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的视角和思维是远远超过男性的，特别是在经商这些方面，她可能天生的面对生活的磨难，她是天生的，咱们确实差一些意思。你得认这件事儿啊，你现在做就做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嘛，做好帮手嘛，多带孩子做好帮手嘛，不就完了吗？就是没想到我的就是我的一个这个懦弱，然后在婚姻中没想到要的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然后和那么大的伤害。你不要讲那么多，我们这次来就是因为我们行了，我们都这样说他了，你还不鼓励一下他？你们俩是不是要奔过呀？你是不是要奔过呀？最后一个原则，想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在婚姻当中，能力强的又想过的人，麻烦你让一让，带一带。什么叫能力强？一个好老板是我能带出一批好员工，不是天天训员工。对呀，他就这样说呀，他自己不往前走呀。他说你有本事，不是有本事，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们带出来。哎，我带你不走，你这话说得特别好，还把责任推到我。这话说得特别好，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告诉你，你给他开了，你看他成不成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招一个能力特别强的直播运营，我不让你干这件事儿了。爱养生养生，你想创业，我拿钱让你创业。你说多少钱？我是投资人，你怎么把这钱给我挣回来？对不对？开去吧，你自己开去啊，我不管你嘛。你不是嫌我管得多吗？儿子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除非你害怕他长大了逃跑。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可能就是我的一些处理方式，包括一些语言，就是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让我抑郁，还有让我心情不好的，就是我恨我自己，就是太心软，也恨我自己，就是说没有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那种勇气。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家是不散的，我并没有嫌弃你。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源 APP、天津 APP、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更有机会连麦他们。叶文老师，预测一下吧，您觉得他们会出来吗？会，我觉得会。他们俩我觉得都会出来的，但我真的希望这个，如果这个女孩拽实在拽不动的话，就自己去闯一片天地吧，多好啊！放着好日子不过，遭这心干嘛呀？陆琪老师，希望门后面那位女士，你听我一句，今天千万别出来，让你老公好好想一想。我是觉得今天先生很吃亏，他本来呢表达能力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又在我们的这一些压力下，他刚刚说自己懦弱，但我觉得好歹这一生里头他勇敢过了两次。第一次是把妈妈定亲的那门婚事给毁掉，要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第二次是明知道这个场合会让自己难堪，会让自己最在乎的这一个尊严可能在这儿被打到地上，但是都来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可期的，两个人必须出来相亲相爱。
我们看他们自我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不待这儿啊，不待这儿，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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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眼泪流的呀，那委屈啊。你反正看到了人最真实的一面嘛，强势的外壳下也有一颗脆弱的心嘛，日子还得继续啊，那我们所有的人就祝他们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到现在结婚十年了，我们有一双儿女。从裸婚到现在，我受了很多委屈，老公没什么能力，我需要自己撑起这个家。我老婆和我妈积怨很深，矛盾很多，我夹在中间，真的很为难。有时我真的很累，特别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到最后连基本的体谅都没有，对婚姻我有些心灰意冷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李先生33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袁女士32岁，来自河南，自由职业。有请。主持人 好，老师好。今天就是为钱而来是吧？我们明确一下，到底是为钱还是为情啊？为情多一点吧。哦，为情多一点。对，结婚多久啊？10年了。咱从哪儿开始说？所有的事情我认为都应该从我们订婚的那时候开始。我感觉这些疙瘩如果解不开的话，我们俩以后的生活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刚开始我俩通过朋友认识，后来我们订婚，他家问我你们那边彩礼要多少钱，我说我们这边普遍是17000块钱。哦，他说行，好，我们定个日子吧，定个日子那天我们过来，咱们就是把这个婚定了。然后我这边我妈妈通知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里面的长辈，因为他们当天要到场。嗯，但是离我们订婚那天大概有前两天，我老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家没有这个钱，现在你要愿意订的话咱们就定亲，你要不愿意订的话等我以后挣完钱了以后我再娶你。因为当时家里确实没有这个钱，就想着先把这个事办了，完了之后然后回头再可能是想办法补上这样。我不是图他的钱，我就说这个人挺好的，那就定吧。然后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当天，因为我们那边要给这个改口费结婚，我爸爸妈妈就分别给了他一人1000块钱，然后在我们那边给了这个改口费，改口喊爸妈证明我认可你这个人。嗯，欢迎你到我家。但是在我们的婚礼舞台上，他爸爸妈妈没有准备，当时我很尴尬，站在舞台上1分多钟的时间，我就说你要不然先给我一个吧，这样不好看。然后他妈妈就拿出来了一个空的红包就给我了。他不是当时因为都上台了，他就随便拿着包上台了，包里面是什么都有，他朋友给的份子钱，还有别人随礼的钱，还有一些红包都放在里面了，还有就他的改口的红包也放在里面了，当时就是在找，拖的时间有点久了，主持人在说，他就很尴尬，然后就随便拿了一个，当时也不知道是空的可能。那婚礼以后这个钱是不是要给到我？你哪怕给我200也行，而且当时我在婚礼舞上喊妈的时候，你妈都没有答应，这个钱就算了，是不是？结婚你的哥们儿过来，然后随的那个份子钱，现在是不是一直我们在还？当天的时候这个钱是不是在我们那边要交到儿媳妇这里？因为以后这个钱我们要还，所以说也就是意味着你妈把钱拿走了，现在的钱都我们还。还有就是磕头礼啊，
你妈妈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哦，你们是酒店婚礼，你们俩没有磕头，所以这个钱不能给你们。因为当时的那个钱啊，都放在一起了，他的朋友随礼的还有什么的都是拿到一起被他给拿走了。时间过了那么久，你后来说我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再去找他要单独要出来这个钱啊。那我们结过婚之后呢，结过婚之后你妈处处不满意我，她都说我儿子很有本事，我儿子一分钱都没花，他愿意来我们家，他自己愿意的，我们当时都没有给彩礼就让过来了，能这样跟别人说我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他可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啊。但是你应该说呀，我是奔你而来的，你不站我身后，我去到你们家，我身后没有人的，只有你啊。后来我们生了儿子买车，我妈妈给我们拿的钱，你妈妈说啥？我没有钱，谁有钱让谁拿，拿了以后我照做，反正这是我儿子的车，这是你妈说的吧？后来我就觉得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不好，因为他从始至终没有瞧上我，我就说我们俩搬走吧，我们不能这样一直闲着，因为生了儿子，我说那我们去回到老家，我们去搞点事儿做，你说行，因为当时一个亲戚他在搞养殖嘛，我说行，那我们也养殖，当时没有钱，我妈给我拿钱，我们搞了养殖。在这期间那个房子很破，露着天，你爸爸妈妈说这个房子你俩出钱修好了，因为你还有个哥哥嘛，给你哥哥前面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给你们了，所以说你们出钱修，修好了以后这个房子就给你们，我们不要了。我说好，我说妈，那能不能你帮我介绍一下这边有谁会修这个房顶，因为我刚来嘛，第二年我也不认识人。你妈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爱找谁找谁。我当时哭的呀，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带着2000块钱，我妈找的工人盯着修好了房顶整整一天，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来你爸爸在我面前说，这个房子我可没说给过你们任何人哈，这个房子以后我和你妈要住的，谁也不给。我说爸爸，当时家里面十几口人都在那里，都坐那里，我们把地呀房呀都分好了分家了嘛，你现在又说不给我们，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作为老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当时你就站在旁边，你一句话都没说。我的意思是这些话有的时候你别让我说，你去说。这一层我们听清楚了，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就是有一年，也就是结婚的第三年，他妈妈生病做手术，这样的话我们就找一下哪个医院比较好，然后当时是我们市里面的医院，商丘市的医院，他们家一研究，他们说别了，我们去省吧，但是去省要费用要高一点。他家里面当时是没有钱，他家一直都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因为当时我们养殖失败了，赔了几十万，但是我们可以借，需要5万块钱，我们俩借亲戚朋友，借我妈妈的钱，借我们同学的钱，拿了3万块钱。后来手术非常成功，成功了以后他妈妈要康复要出院了，他们家有一个群，就是他家的一些老表，他说姑姑要是出院的话以后就是啥也不能干，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好好的休养。我说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觉得应该多运动运动。他也在那个群里面，接下来他家所有的那些亲戚全部都在那里面骂我，说你们这些养儿子你们害怕吗？你们都不怕将来你们生病了儿媳妇不给看吗？哎，我给看了吗？钱我打过去了吗？我没有钱我借呀，我啥都没说，就一句生命在于运动，你们全家人发朋友圈骂我，你一句话都没说呀。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有的时候我也不好去反驳，然后我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做的问心无愧就行了，然后我非要争那个理的话我感觉没什么意思。哎，我弱弱的问一句，你们那养殖赔的几十万，那几十万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家又穷，贷款，光银行借了3个，然后我弟媳妇的爸爸给了我们7万。您现在做什么呀？养殖失败了以后，我们俩说干你的老本行嘛，他之前搞摄影的，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店，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接下来这个事情咱们俩一块做，你放心，我说我之前干过销售，你相信我，我能把咱们这个店干好，我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把这个店干到别说那边最好吧，肯定就是让咱们店生意很好很好。他说行，反正你也没啥本事，
就赔了的话就当这些钱打水漂了。我说行，当时那些钱也是借的。然后一年的时间我做到了，是吧？我们家一天接十几家，人家平均一天接三家了不起了，我们接了十几家。我在前面我说你相信我，我好好干，我能让你干不完的活，这个事情我做到了。但是你说啥，别看你现在干那么好，全是我的功劳，我不在后面干活有你在前面接那么多活吗？都有功，都有功，影楼嘛。但是他就老是觉得我啥用没有，就是看不起我，可能也是因为他先看不起我，导致他家里面的人也都看不起我。后来这影楼怎么样啊，这买卖？后来影楼怎么说，我儿子那时候四岁，我闺女是一岁多刚会走，我们俩因为主持人你也听出来了哈，就是他家里面是不管我们这些事儿的，爸爸妈妈也不帮忙看孩子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带着孩子，两个孩子。记得有一次生病最厉害的时候，我闺女发烧烧到40度，我儿子也是肺炎，去医院里面我就抱着他在那里面哭。我的一个客户看到我，他说咦，他说你们明天不是有活吗，你今天怎么还在这里抱着孩子？我说生病了。他说他爷爷奶奶呢？我说不来，叫了几次都不来。他说你让你老公叫啊。我说就是我老公叫的，不来。然后就是一直我的两个孩子没人看着，我们俩事业和家庭不能同时兼顾，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到后来我说干不了，因为我儿子闺女真的是你知道吗，连饭都吃不上，又瘦又小，别人都说你们俩又高又大，你孩子怎么那么瘦小。我说跟着我们吃不上饭。他说哎，我问一下哈，我怎么没有见过他爷爷奶奶，是都没有了吗？好好好，又回到爷爷奶奶身上了、啊、对。哎、我们俩最大的就是这一个。行行行行行，那爷爷奶奶不能选择吗？怎么着影楼怎么着了就不干了啊？不干就不干了呗，反正干好了嘛，证明了你的能力 了。但是、啊、一直很好，一年能挣几十万。我想干，我想继续干。我儿子大了，我闺女大了，我说让他妈妈去帮忙看着，去县城看着，他不去我们就这个店就没法干。我说你自己干不行，你肯定能干倒闭了。他说我不相信，半年就倒闭了，因为我在看孩子。因为我爸爸妈妈他，因为我是兄弟两个，我哥哥家也有孩子，我爸爸妈妈可能在看。这事儿就不说了、嗯，两个人解决问题能力就够差的了，没有爸爸妈妈这生意就做不好。按您这说法，城里的双职工都得辞职。怎么说？做买卖就不能要孩子，要了孩子爹妈不管买卖就得倒。那现在做什么呀？现在还是靠我。我做线上销售。直播带货。对，哦，怎么样？我在直播，他在照顾孩子。照顾孩子，你好好照顾呀。我直播到几点，我闺女儿子就跟着熬到几点。我跟你说，我说不要老是点外卖，你知道吗？主持人，一个星期有7天，他5天和他的朋友在吃饭，因为我很忙的。我说你能不能做好后勤，把饭一天3顿的饭给他做好，一天3顿，点2顿外卖。我说咱别老是。不是我问一句啊，为什么你直播到几点，孩子就熬到几点？我这个没听懂。因为没有爷爷奶奶看呀。不是跟爷爷奶奶，他不是照顾孩子吗？他照顾孩子，孩子跟着我不睡啊，孩子从小跟着我，我不睡孩子不睡。有爷爷奶奶不也不睡吗？对呀、啊。他有爷爷奶奶的话，就是他能。不是你不要老怪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不给你照顾孩子很正常。对。这有什么？嗯，对。就这个很正常。爸爸什么时候睡、啊？不是你爸爸管孩子，为什么孩子睡觉都管不着？对啊，他不跟他，他是我儿子。那你让他多跟总跟着了吧？这玩意儿不是养成习惯的事儿吗？再说如果你在家里面直播，如果影响孩子睡觉，在外面搭个直播间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但我们在外面，你今天那个抱怨很多事情是不成立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来干嘛？今天我就是想跟他说一下，就能不能等以后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都站在我这边。今天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我们以后不是你希望咋解决？就是他到今天录制节目之前，他都没有认识到，哦，原来你和我家这么多矛盾是我这个丈夫没有做好。该我说话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向着你，我没有说话，他还怪我事儿多。你这样吧，你评价一下你先生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公吧。什么事你都别找我，你做的再不对我也不会说，我爸妈做的再不对我也不会说、嗯、反正到最后这件事就这样了了。他就充当一个哑巴不说话。他对孩子好吗？对孩子没有耐心，然后家务也做不好。他不做家务，我们家务我做。你这失位失得太厉害了。
你在干嘛？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收拾那时候。你今年多大了？33岁。我就这，哎呀，这个婚结的，你说这怎么了？我这就真是无话可说，啊，真是无话可说。行吧，我直接一言以蔽之啊，您是仨娃，这不大儿子吗？二儿子吗？小闺女吗？对吧？所以你也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在你的婚姻当中没有丈夫那个角色，因此我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听你讲婚姻讲的都是跟公婆？我特别觉得，你跟你婆婆是结婚了，对对吧？对。然后你们俩打，你们俩交集，你们俩讨论家里的所有事儿，你们俩意见不合。你结婚的对象不是这个男人，这是你儿子。而这问题得解决，怎么解决？你们问老师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老师，对于这样的男人，对于这样没有用的丈夫，我们只有一个做法，就是放弃。但是今天我对你并不可怜，也不同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从你心底，你早就认可他这个状态了。你现在抱怨和不满的根本不是你的丈夫百无一用，你抱怨和不满的是你的公婆，一有什么事儿就把所有的责任甩锅到公婆身上，好像都是因为他们造就了你现在今天这副模样。然后只不过你会婉转地说，你看你在中间不起到什么作用，其实你直接骂的就是公婆。但是我们没有吵过架，我从来不跟他吵架。不吵架不代表不痛恨，不吵架不代表没有仇。你为什么不能直视自己心中的那个恨和那个刺儿呢？我说这些话不是要针对你，我是为了让你放下这些仇恨。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爷爷奶奶不来看孩子，爷爷奶奶不来看孩子。好，第一，爷爷奶奶没有义务给你看孩子；第二，你爸你妈为什么不来看孩子呢？我弟弟家三个孩子，对呀，都比我孩子小。那你为什么要求他爸妈的同时不要求你爸妈呢？就是我反驳一下哈，因为在中国，就是很多人的传统思想里面，就是爷爷奶奶哦帮忙照顾一下孩子，小家庭的生活会更好。你就每天看着别人家是这样，别人家是这样，哦对，所以你就要求我的公婆也得是这样。你在要求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可以对你提出要求。是呀，他将来以后他要指着我呀。人家指你什么呀？他有一次生病，你知道吗？生病，他不在家，他哥不在家，我口口声声他嘴里面说的那个，我将来我不指着你哈，我将来我跟你说，我指望不上你，我也不指着你，你不要伺候我，还是我伺候的呀？那我可以不去吗？你可以不去啊。对呀，你可以不去啊。那行，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你不去你就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那为什么本身我也没有义务去赡养他？这是个法律上他没有义务帮我看孩子。对，是的，我也没有义务去赡养他，儿媳妇儿没有义务赡养公婆，法律上也是这样写的啊。是，对，所以说我气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主持人，就是将来我会好好对你，不管做了什么，你不管你做什么，他知道我这个人，我会好好，我会好好对你爸对你妈。能不能现在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忙不下来的时候，你过来两天，过来两天，饭也不做，睡到10点。早上我直播完1点，�睡完之后我3点，我7点起来再送孩子，就那两天。从此以后我说你这样，你跟咱妈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说来干嘛？你看到了吗？勾着你把这些所有的恨都说出来。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直视自己心中我对婆婆是有恨的。怎么放下这个恨？不知道，就是希望您能够，你想要走出这个恨，你首先要宽恕，要学会，你要明白，就像你认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就要认命你的婆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婆婆怎么办？我改变不了她，她33岁都改变不了，你想改变她妈那不比登天还难吗？我认命，认清这个理儿之后，我改变我自己。你改变自己改变的是什么？改变对他的认知和仇恨。我不恨你了，因为我恨你没有用，我再恨你只会让自己更生气。你做到问心无愧和你做到放下这个恨之后，活得通透和自在的人是你。所以这就说的，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放过别人其实放过的是你自己。谢谢山达老师。陆琪老师，儿媳妇儿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这句话表述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表述是儿媳妇不属于法定的赡养人，但是要
协助法定赡养人履行义务。当然这句话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如果你没有查过你怎么会知道。我天天刷视频，我啥都知道。对，你就是专门去研究过这个事儿。对，我老说很好玩一个事儿。你看，虽然你嘴上这么说，儿媳妇不是法定赡养人，但是如果你公婆出了什么事儿，你会不会去照顾？你肯定会，对不对？会，你肯定会。但你公婆有让你去照顾吗？他们肯定没有，对不对？就算他们没有，而且对你那么不好，但是你还是肯定会去照顾他们。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们吗？不，你是为了这个人情社会的评价吗？你认为我应该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一个。你活在一个人情社会当中，所以你认为先天的，为什么我公婆你不来给我带孩子，你们是错的，你心里面那么多抱怨，因为很简单，因为你认为人情社会这个套规则它必须这么运转的。你儿子妈把他宠成这样子什么都不会，你就应该给我配个妈，你这个妈没配上来，那就是你们家不对。你看，这是你心里面的潜意识嘛，对吧？这个公婆的帮助是应该随着这个无能的儿子一起来的。如果这儿子有能力，那公婆帮助可以不要，但因为儿子无能，所以你们必须要。这就是人情社会的原则和准则嘛。啊，这是你心里面为什么对公婆有那么多的抱怨，我给你梳理一下好不好？啊，这第二个。第三个，那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很简单，中国的很多女性在人情社会当中太会制造舒适圈了，妈给她制造舒适圈，你有没有给她制造舒适圈？你也给她制造舒适圈啊！你看这么一个大男人，那么大个个子，你在那边直播，他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哎，你看他还照样这样没事儿，三十来岁不用出去干活，不用出去挣钱，照样你看活的膘肥体壮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也在给他建立舒适圈，你和他妈有什么区别？这是很多男人在舒适圈里面走不出去，没有办法点燃自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再说说你，我教你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好。你吧看似强大，其实你一点都不强大，你很弱小。就你说我能挣钱，我能怎么样啊？这个点我不否认，我相信你很强大，但是你依然陷在这个人情社会当中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商业社会解决。你又能挣钱，你的钱为什么不拿商业社会的规则来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你反而要一次一次去向人情社会求助，修个房顶要找你妈，带孩子要找公婆，所有的事情除了人情社会里面给你的支持，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套方法，而兜里揣着钱。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强大，你认为自己家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只能求助于人情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什么是独立？独立就是来自于亲情关系之外的力量，我也可以利用起来。当亲情关系之外的力量，我可以通过我的商业循环，我可以让他们来支撑我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独立起来。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不需要去什么跟公婆去扯，不需要跟这个男人去扯，你拿兜里的钱去换商业社会的支持和支撑，你和你的丈夫给孩子足够的爱，我觉得已经可以把你的生活给撑起来了。当然归根结底就是你选错人嘛，但这个错误已经铸就，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花好你的每一分钱，对得起你的赚钱能力，把所有的爱留给孩子，但是不要给他们制造舒适圈。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听懂了吗？我跟你说，认知这件事儿非常奇妙。我过去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彩礼，就是陋习呀、啊、这节目录多了，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为什么女方的家长有的时候盯着要彩礼。今天你一说这事儿，我更通透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的人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得考察他一下。可能要彩礼就是一个人性和人心的考察呀，就这个考察吗？所以你看，你后来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来自于这儿。失信于你，你非要嫁，别别扭扭，你为什么嫁？你就告诉我别扭了，为什么还要嫁？因为他答应我，他说以后不是，对，以后有了吗？结婚这么多年有了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其实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出尔反尔嘛，这不是欺骗吗？先答应你，你人都通知完了，我把你架在火上烤，你没法撤出这个的时候，你要脸不要脸？你要脸，那你要脸就向我低头，这事儿做得不地道吗？
你好好反思反思，为什么你们这个全在那儿蒙人啊？房子说给不给，彩礼说给不给，我就不相信婚礼现场能够乱到说连那个改口费你说给个空红包，这你们干嘛呢？就欺负人能这么欺负吗？所以别抱怨了嘛，你活得太拧巴了，你想要的得不到，你以为抱怨就可以得到吗？依然是得不到的，对吧？别人沉沦我跟着沉沦吗？我天天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个循环圈里吗？干嘛呢？这是我觉得你没想明白的事儿。而且我觉得好像社会的制度、法律的制度，包括人，其实都给大家准备了退出机制嘛。婚姻也是一样的，与其你那么抱怨，不如去改变。天天在那儿抱怨又改变不了，最后把自己全给毁了，那个特别可怕。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哎，咱们俩也有女儿，如果说咱们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走的这些路，你愿意吗？不愿意。如果说以后在我没有错的情况之下，你能站到我这边为我说一句话吗？还是看看事吧。时间如果倒回十年前，你还愿意娶我吗？我愿意。你还爱我吗？爱。哎，就是他问了一堆最不该问的话啊。就是你自己觉得跟他在一起幸福吗？叶文老师也在问，其实我也在问嘛。你在问他说，十年前你还愿意娶我吗？时间倒回十年前，你还想嫁他吗？你还会嫁他吗？这不就完了吗？自己得觉醒啊。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和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叶文老师预测一下结果。都出来，双出。双出，就是枷锁把这些人都锁在一起了，肯定是要出来的，不可能走嘛。米娜老师，来来来来来，快。这女不出，男出。对吧，你好歹有点那个，来吧，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这只是在这个舞台，他可能就是想亮亮你，给你个教训。如果在生活里他真的走了，你害怕？害怕。接下来再问一个致命的题：当所有人都说你老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做？我应该站到他那边去帮着他。当然了，你要保护他呀。先不问对错，先保护，因为他需要你的信任，他需要你的。行了，回去吧，看看怎么挽人家的心吧。请回。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胃康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